女人在什么情况下会大声尖叫呢？你说你咋就那么大瘾呢？天天出去打麻将的。你别拦我啊！你不知道我早产儿吗？当年我出来的时候，我妈都没有拦住我。哎呦我的妈！你放手。我不放。你到底放不放？我就不放。你可以找到更好的。我连你这种货色我都留不住，我上哪找到更好的呀？小姨子，帮我洗个澡吧。你疯了，这大白天的。你就说你敢不敢吧。可是我姐还在家呢。哎，你去不去啊？去去去，洗澡。来，给你。我这裤子怎么开了？你别笑，快点。我这裤子怎么开了？日本女人在新婚之夜说嗨。哪里照顾不到，请多多原谅。咱们中国女人结婚会说：“老公，快把账本拿来，看看咱们收。”男生在尿尿的时候一般是不会洗手的，如果他洗手了，说明他尿手上了。完了，媳妇儿，我闯祸了。闯啥祸了？我说出来，你可别打我呀！哎呀，你说吧，大惊小怪的。我今天跟朋友出去吃饭，把账钱给算了。哎呀妈，不就请他们吃个饭吗？千八百，咱能请得起？多少钱？我转给你。88000。多少钱？88000。你们吃啥去了？我把人酒席钱给结了。哎呦我的妈！你们男人没一个好东西。包括我老丈人吗？我说你们男人，你听我爸干什么？咋的？你爸是女的呀？不是男的呀？媳妇你放心啊，你我绝对不再跟别人说我老丈人是女的。媳妇你放心啊。十个女人九个都有情人，有的明着有，有的暗着有，有的嘴上不说，有的心里有，还有的正在盘算着该找几个。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呢？我怀孕了。你怀孕了啊？确定吗？确定。打去吧。干啥呀？我还想留着呢。你想留着？我4个来月回来一回，你告诉我你想留着，那咱俩明天去医院吧。去医院干啥呀？做下亲子鉴定呗。那还别做了吧，那啥我不要了吧。哎呦，咋事儿？你就听我的就完了，老犟老犟，是不是？白天天天霸占我老公就算了，晚上还要跟我老公一起睡，你都多大了，赶紧自己去睡。又不是经常跟你老公睡，只说话。你都那么大个人了，还给我爸睡，丢不丢人呢？你我是他老婆嘞，你呢？你凭什么？凭他喜欢我。你搞搞清楚，没有我哪来的你？你搞搞清楚，没有我，你老公早跑了。哎呦我的妈！男生在尿尿的时候一般是不会洗手的，如果他洗手了，说明他尿手上了。老公啊，我想睡觉，睡不着。你想个办法让我睡着。我能有什么办法让你睡着啊？我不管，反正你要想个办法让我睡着。我只数三个数，要是我睡不着的话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你。你这快点的。老公，我想要个孩子。谁家还能给你？我说咱俩要个孩子。咱俩去也不能给你。我说咱俩睡觉要个孩子啊？睡觉人把孩子送你家了呀？你想啥呢？你搁那干啥的呀？你不怎么要了。你还不要了？好像人能给你似的。这一天你快干啥干啥去吧。老公乐呵乐呵啊。乐呵啥呀？乐呵是大白天，谁家大白天乐呵啊？那玩意儿乐呵还分白天晚上吗？想乐呵就乐呵呗。再说了，你年轻的时候不多乐呵乐呵，你到老了想乐呵能乐呵得起来吗？这昨天晚上不刚乐呵完吗？那你昨天晚上你还吃饭了，你今天晚上咋还吃饭呢？那我晚上不吃还不行啊？你今年一年晚上你都别吃饭啊。老公啊，时间太快了。还行吧。快吗？我不想奔三，还没二够呢。哎呦我的妈。老公，我想跟你坦白一件事儿。啥事儿啊？就是我婚前做了一个手术。嗯，啥手术啊？严不严重啊？倒是不是
很严重，就是说我可能以后不能生孩子了。没事媳妇，我爱的是你这个人，大不了咱俩领养一个。对了，有没有啥后遗症啥的？那倒没有，就是跟着尿尿有点不太习惯。哎呦我的妈！女人第一次结婚叫开封，女人第二次结婚叫重庆，那女人第三次结婚叫什么呢？你知道吗？你说搞破鞋为啥非得找熟人呢？熟人的话，最简单的例子，就他对象练麦练过散打，你是不是知道？再一个，熟人见面方便，最主要是熟人在一起他刺激。哎呦我的妈！隔壁王哥真他妈不是人呐！今天他和王嫂打架，我在旁边好心劝架，结果把我好顿揍。用啥呀？他怀疑王嫂跟邻居有一腿。哎，你听说没？跟谁呀？跟我呗。哎呦我的妈！说什么东西胸上有，肚上有，腿上有，后背也有，就是头上没有呢？小朋友，你是否有？姐夫，嗯，帮我洗个澡呗。有人？你疯了吗？你姐还在家呢。就是姐让你帮我洗的呀。啊啊、你想什么呢？你要把我真睡。老公，怎么了？孩子都上学去了，你看我们是不是应该聊点敏感的话题？真的吗？我就好这一口。你对目前的俄乌局势怎么看？我怎么看？我拿八倍镜看。哎呦，我怎么看？呸，啥也不是。爸爸姓夏，给孩子取了个名字，老师从来不敢点名，你知道叫什么吗？大贺。不对。你别笑。夏雪。不对。夏雨。不对。夏人。不对。那是什么呢？你当初咋见我第一面就相中我了呢？哎，老话不是说吗，单身久了看见老母猪都像貂蝉了。谁老母猪啊？哎呦我的妈。男人最掉价的行为：一、出门穿拖鞋；二、钥匙挂裤腰；三、爱穿紧身裤；四、一坐下来就抖腿；五、说话的嗓音特别大；六、手指甲留得特别长；七、单纵抠耳朵；八、单纵抠鼻屎；九、充当有钱人打肿脸充胖子；十、吃饭吧唧嘴。你占了几个呢？